好，欢迎来到为荣耀而战的醉口袋，我是主持人彩彩。十月初呢，伦敦东部啊一个地铁站外发生了群殴事件，起因呢是两个妹子啊因为争夺男友发生了争吵，双方各叫来100多人前来助威。从开始的嘴遁战啊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小200人的团战事件，现场啊混乱不堪，女生被扯下头发和内衣，真的满地都是。由于现场呢被群殴人群堵住啊，当地的交通严重受到了影响，道路呢又混乱又拥挤。那这场团战呢从下午的5点一直打到了晚上9点，持续了近4个小时。最后呢英国警方啊出动了100多名警察，关闭了地铁所处的街道，才将事情平息。那所以呢你们知道一场团战的时间跟地点是多么重要了吧？看完真人团战呢感觉怎么样呢？人数太多了，场地是问题，还要亲自上战场，头发都被扯掉了，这得多疼啊。这时候完全可以掏出手机叫上小伙伴，和对方来一场5v5的公平对战，既解决了场地问题呢，也分出了胜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本期节目要介绍的一款 MOBA 手游《王者荣耀》，是全球首款 5v5 英雄公平对战手游，腾讯最新大作。 5v5、 3v3、 1v1 等多样模式一键体验，到底怎么样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先去体验一下。打开游戏，这对战形式的画面也真是燃翻了，几位英雄相互对视，霸气侧漏，战斗一触即发的赶脚，还没有开始游戏就已经感觉到浓浓的战意。游戏主要分为对战模式、冒险模式、排位赛、大奖赛，凭实力 carry 全场，靠技术决定胜负，不做养成万三件事，很有意思的样子。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，要的就是公平。五 v 五有两个版本，王者峡谷和深渊大乱斗。五 v 五王者峡谷，你看这经典游戏地图，三路对线推塔打法，多种职业的选择方向，不同的团队配合，组建各种最强阵容，打出默契无比的战术。我们要的就是能打能奶能肉能输出，看我们华丽的配合战，斩杀对手，成为最强王者。Victory。游戏中的装备购买也是很重要的，根据不同属性的英雄购买相应的装备，提升自身的战斗属性，看我吊打对方英雄。虽然我是手残党，但是看我释放技能的感觉还是棒棒的。既然是对战手游，打击感还是很重要的。王者荣耀除了各种技能特效，动作流畅不僵硬，受击表现也较为真实。再看我指尖超神，风骚走位，力压群雄，哎呦，看我这一连串技能打出钻石操作，打得对方皮开肉绽，毫无还手之力，收割。当然了，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，被对方砍得满天飞也是常有的事儿，反击的机会也是有的。微操改变战局，机智如我，侧路突进，看我如何在被对方完全压制住的时候扭转乾坤，一波技能不要命的扔啊，投打成功。这种喜悦一定要亲自操作才能感受得到，真是狂霸酷炫屌。狭路相逢，激情团战，越干越带劲儿，还等什么，直接上啊！王者荣耀深渊大乱斗，这一全新 5v5 对战模式具有全新的对战规则，随机英雄搭配，更高出门装备与初始等级，基地泉水没有了治疗效果，只有一条兵线，增加了双方英雄的摩擦程度，见面便是对战的开始，脱离了普通地图中对线期的冗长，从双方英雄出门便点燃了团战的战火。与 5v5 王者峡谷对战一样，深渊大乱斗团战时少不了的英雄分工，包括前排抵挡伤害的坦克，后排的控制、输出、辅助等。不一样的就是深渊大乱斗中英雄是随机选取的，哪方队伍都没有把握一定能搭配出强力阵容，但每次英雄随机选取后都可以进行一次 reroll， 从而有机会重新拿到自己拿手或是阵容中缺少的英雄。实时对战，随时开团，10分钟爽一把，打野迂回，手脑配合，一战到底，人多速来。手机开黑，跨服匹配就是干，掌上竞技随时开战，一次玩个痛快，10000玩家同时匹配，跨区实战酣畅淋漓，争夺王者宝座。游戏中不管是干掉对方还是被对方干掉，我是感觉已经停不下来了。酷炫归酷炫，王者荣耀还是有几个地方要吐槽一下。
首先是人物技能太过华丽，每次开船我都被这华丽的技能晃瞎了眼，我就这么挂掉了。怎么说的都不是我技术的错。其次，每次我挂掉之后呢，都会有一句自己对自己的吐槽，这是游戏人物对身为玩家的我的鄙视吗？在游戏《王者荣耀》中，用户登录时可以选择与 QQ 好友玩、与微信好友玩、游客登录，三种登录方式在 DOS 设备上的游戏数据不互通。用户在游戏中购买的游戏代币、点券仅限在本应用中使用，腾讯的虚拟货币比如 Q 币、Q 点无法在本应用中使用。让人欲罢不能的王者荣耀啊，踩的都已经按耐不住再去一战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在本期节目推荐的王者荣耀中，你最喜欢的英雄是哪一位呢？在视频站的评论处说说你的理由吧。我们将从所有参与的玩家当中呢挑出最用心评论的玩家，并赠送精美的周边产品。上期获奖的观众是吴乃北一，稍后呢我们会和你取得联系，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，最好玩的手游推荐，最快速的手游资讯，最专业的手游评测尽在最口袋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